反正能做的到的。哎呀，兄弟们，发工资了啊！来市场上买点水果吃吃。话说这是啥水果？这是啊？啊，我咋没见过呢？跟西瓜似的。你瞅瞅这多大呀！而且啊，里边的瓤，西瓜的瓤是不是红的？它怎么是白的呢？再一个就是它的每一瓣都这么透着，都这么清晰可见的，这是什么水果？这是啊？啊，这是菠萝蜜不？兄弟们，我这不也老大不小了吗？今天就给我介绍了个对象。但是这个照片发过来以后啊，我就感觉越瞅越不对劲儿。哪不对劲儿呢？我还说不上来。我就感觉他见我的第一句话就会说：“涂山是他造的，知道不？”哎呦我的妈！那个王哥呀，你醒了没呀？啊，你不是说让我找人斗地主的吗？这时候我给你找来了，你快醒醒啊！你快点儿的，今天我都要看看，昨天我2-4-2到底是咋输的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你惹不恶心呐？啊！讨厌，呸呸！哎，不是，这味怎么不对呢？啊，你脸上抹粉了？完了，我瞅瞅。哎呀，抹啥粉呢？啊，我素不素颜你看不出来呀？是吗？我摸摸。啊，也是啊，确实没抹。但是为什么我嘴里一股味儿呢？呸，一点都不好亲。啥玩意儿？你说啥？你再说一遍。还小样的，我就说一点不好亲。呸。哎呀，呸！我也呸你！嘿嘿，不闹了，媳妇不闹了。你说咱们俩这日常视频要是发网上去，让网友看见，他们不得羡慕死啊？啊？那羡慕能咋的呀？那咋的？到时候他们搁评论区来一句“风驰天下，大学模特可咋整啊？”哎呦我的妈！不是兄弟，我问一下子啊，就是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色的啊？自从结了婚以后啊，就感觉身上没劲儿，手无缚鸡之力了都。你看我媳妇搁那找东西呢，我拽都拽不住的，跟个犟驴似的。哎呀，不过该说不说，这衣服质量挺好啊。这身用来当破壁机打别人家玻璃，不老舒服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今天这个米饭是真噎的慌啊！不过这个土豆倒挺好，挺面挺好吃，是挺好吃的。因为昨晚被蚊子咬了是吧？哎呀，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，我以为只有我睡不着觉，原来你也睡不着啊！啊，老妹儿啊，哎，说话呀，阿娇，哎，哎呀，睡着了，哎呀，真是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呐，搁这地方也能睡着啊！不是兄弟们，那人们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，那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呀？啊，还有就是有趣的灵魂到底是什么呀？难不成真是影子吗？兄弟们，你们看啊，就这么个玩意儿，我是2016年买的，当时总共花了16.6万，完事呢到2021年呢，有人给我出了28.8万，我没卖。紧接着呀，去年又有人给我涨价了，啥是18,000？哎呀，这说实话，我真的有点挺不住了。咱们这样啊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情况：原版原漆 V12 发动机，声浪嘎嘎的，咱们一口价398,000，行吗？但是我这不支持7.5厘退货啊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来个二饼行不行？哎呦我的妈，真来了！哎，我赢了！哎呦我，这么准吗？这早上我胡白板了我啊！来来，老公，快打伞，别淋着！哎呦啊，这今天太阳可媳妇出来了啊！你怎么想起来接我了呢？哎呀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不接你接谁呀？快上车，老公。行，但是我总感觉你没安好心。哎呀，你说啥呢，老公？我是你媳妇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啊？再说这雨下的是真大呀！你们淋着吧，老公。没事儿，那咱们中午吃啥呀？中午吃那个昨晚没吃完的那个饺子行吗？回到家我给你溜溜。这啥呀？有毛病吗？你以为我一分钟上58座台阶是为了干啥呀？那我不就是为了让你把昨晚没吃完的饺子吃完吗？走吧，快点的，别废话了，等会凉的不好吃了都。哎呦喂，兄弟们，今天没上班，带女朋友一起来看那个雷峰塔了啊！你还别说，这雷峰塔真大呀！我要大眼一瞧啊，就看到了塔尖儿啊！兄弟们，我这不是看我嫂子搁这健身的吗？结果呢，他就给我出来个脑筋急转弯，说什么老妹儿有个腌菜缸，只腌萝卜不腌姜，要拿萝卜往里装，一个萝卜腌一缸，这啥意思呀？啊，让我给他腌菜呢是不？
小样呢，上学那会儿跟我玩高冷，还不搭理我，现在老实了吧？啊，不高冷了，嗯，嘿嘿，不高冷了，不高冷了，现在我都满意的笑了，行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不是兄弟，你们帮我看看啊，这不我小姨子跟我一起出差的吗？我就看到他这个腿上这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呀？他这是咋的了？我问他是咋的了，他说是摔的了。那摔也不能摔成这个样啊，这也太严重了，你说这马上都蔓延成口腔溃疡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兄弟们，这不刚吃完晚饭吗？睡不着，出来玩滑滑梯了。你还别说，这滑滑梯好大呀，你看跟吃了德芙似的，纵享丝滑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啊兄弟们，这个我是真心喜欢呀，啊，给人一种好清纯的感觉呀。哎呦啊，真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心若无所求，有风无风皆自由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兄弟们，我这不是跟网上买了一面镜子吗？然后啊我就对着手机跳舞呢，但是啊我就越扭越不对劲儿，就是我总感觉我怎么原形毕露了呢，啊，我这买的是照妖镜啊。哎呦我的妈！家人们，老铁们，哎呦我的妈，不好意思啊，一不小心崴脚了，我这个腿啊有点太长了，你说你们有没有晚上来姐家吃饭的呀？啊，姐家给你炒这个豌豆炒腊肉吃啊，啊，我跟你说老好吃了，保证你一口吃下去啊都入口即化的，吃了还想吃。哎呦我的妈，哎瞅好了啊，今天给你们表演个绝活，倒立。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一般人可来不了啊，不光你得自身轻，还得有臂力，毕竟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，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啊。哎呦我的妈，小一样的说我没有才艺，今天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子什么叫柔术。瞅好了啊，先往这个碗里倒点水，然后啊把这个碗给它放头上来。首先我让你们看一圈，别说我作弊啊，这个碗里都有水的啊，都看仔细了啊。你们看完了以后，哎，我把这个碗给它放头上。这个放头上以后啊，别打眼儿，别打眼儿，哎，重点戏来了，哎，我这个右脚啊往上一勾，哎，然后哎两腿一起上，哎，咋样？牛逼不？不是我吹啊，就我这个动作，我跟你说，那老厉害了，我是一般人跟你说真来不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兄弟们，最近我新学了个减肥小妙招啊，我演示给你们看啊，这玩意儿还有口诀呢。首先先蹲一下啊，然后膝盖顶住凳，胳膊分开右，一会儿变成九，一会儿变成六。哎呦我的妈，这怎么还受不了呢？哎呦我的妈！